好，我们开始第二十三讲了。时间也提前了一点啊。我们时间可以的充裕一点啊，讲课时间。来，我们今天呢开始燕园第十二啊，这题目第一点都是燕园啊。胡海燕先读吧。颜渊问仁，子曰：“克己复礼为仁。一日克己复礼，天下归仁焉。为仁由己，而由人乎哉？”颜渊曰：“请问七路。”子曰：“非礼无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。”颜渊曰：“回随不明，亲使思与矣。”也很长啊。颜回有一次问孔子说：“什么叫做仁？”孔子回答：“克己复礼就是仁。一旦克己复礼了，天下就归于人道，就会这个仁德之风盛行于天下，这叫天下归仁焉啊。”孔子又说：“为人由己而有人乎哉？”说行不行仁，全部是你自己的事情，你个人的事情，你不能指望别人去。这叫为人由己而有人乎哉啊。颜渊呢，好，请进，请进。颜渊又问说：“能不能具体讲一讲，请问其目。”孔子说：“怎么叫做克己复礼？就是这几个，就是这四项：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。”这个容易理解，不符合礼的不要听，不要看，不符合礼的不要听，不符合礼的不要说，不符合礼的不要动，这叫四勿啊。那么颜回说 ：“OK， 这个我虽然不敏，敏就是当敏捷啊，我这个聪明啊，我虽然不才，但是我一定要按照你说的这个，老师说的这个去做去。”请示思语矣，呀，就这样。克己复礼，应该不是孔子独创的啊，这个在古书上就有的啊，所以是引用的古书的这个古语啊说的。那什么意思？就是克制自己要符合一个礼。这个礼在孔子那里，实际上它是指的一个法。我们都应该说礼法是吧？实际上是这样的。孔子那会儿呢，实际上没有我们现在意义上这个法治的概念啊。那会儿有法国，那都是指的刑。比方说那个孔子讲：“导之以政，欺之以刑。”那个刑其实就是那会儿说的法。我们现在说这个法呢，实际上是有两个概念的，一个是刑事的，一个是民事的，对吧？这俩是完全不同的概念。那孔子说这个礼就是指的民事的那一块啊，像是这样。所以孔子所有在讲到礼的地方，他心里边想的都是法，实际上啊，所以你们可以仔细观察一下，仔细研究一下，孔子讲到礼的地方，实际上都是说要做事情要有一套规矩。而那个刑不是，刑是说你犯了什么事怎么处罚，而这个礼呢是说你该怎么做。那形式说你不该怎么做啊，这是啊，克己复礼为仁，也就是说你自己做事情，你也一定要克制自己去符合一套规矩去，这叫克己复礼啊。那具体来讲，这个四物，这四物呢，实际上很多人反对说：“哎呀，太难做到了。”说你看，不该听的不该看的不看，不该听的不听，不该说的不说，不该动的。懂是吧？这个太难做到了啊！说好像是限制的人啊，没一点自由没有，就说把这个人的这个
独创性都限制没了啊，这样这是后人批评孔子的一个主要的出发点，就是批判这个克己复礼这样。但是实际上你如果把这个礼呢理解成法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把它理讲成克己守法，还有什么问题吗？其实就一点问题没有。我们人活在世上确实是不能随心所欲的去活的，就得有一套规矩。至于说这套规矩孔子把它叫做礼了，但他心里想的是法。实际上我们如果是有一套法律放在那儿，我们去做的时候不要去触犯这法律，这不是挺好吗？自由来自于自律，没有自律就没有自由。如果有一套规矩在那儿，我确确实实的时时刻刻想着不去违反它，你在其他的行动方面就会很自由。这个我想这个很容易理解，所以我们应该把这个理理解成一个法，这样的话你就会觉得这一条啊一点都不难做起来。就是可以说行为规范，是没错。那就是以礼还是礼记啊里面讲的。对行，这个礼呢在汉字里边本来也是有两重含义，一种是那个制度，那个礼仪制度啊，还有一种就是礼貌嘛，你说礼貌这个礼也是这个礼，为什么会有这么两个含义呢？啊，这两个含义你要翻成英文的话是不一样的，一点关系都没有啊。那种 ceremony 跟那种这种 polite， 我说一个人很 polite， 跟那个一个形容词，一个是名词啊。但实际上在中文里边理解起来就用一个字，因为这两者实际上是有关系的。这个礼呢，我以前讲过，实际上我们现在也仍然需要一些这种小礼节啊。我刚刚来加拿大的时候，我有一次去 liquor store 去买那个酒去，我前面有一个人进去了，我跟着他进去啊。我进去之后呢，他回头看见我，他说：“哎 ，sorry。”我就有点搞得我就一头雾水，我说他在 sorry 什么啊。后来我明白了，他没有给我推着门，他不知道后边还有人啊，我离他还距离还比较远，他没有推着门给我开门，后来发现后边跟了一人，他就 sorry。 哎，这就是这边的礼，对吧？你要推着这个门给别人进来，如果有人跟着你的话，这种小礼节非常好。如果我们克己复礼啊，都按照这个规矩做的话，非常好，能融洽人的关系，这就是这个礼的必要性。那礼跟法呢，有时候往往是不能够决然分开的。你看我住一个 apartment， 我们那个 apartment 有 bylaw， 大家都知道，就是那也是法律，那 bylaw 都要到市政厅去备案的，备案之后那就是法律了。如果邻里之间啊，邻居出现矛盾，打官司到法庭上，那就是法律啊。那个bylaw里边有一条规定，说你下这个停车场的时候，你一定要等到那个自动门关闭，对你才能离开，有这么一条规定。这个算法吧，是吧？我们一开始呢就不太懂这个，是吧？前面有辆车刚刚进去，我们就盯着人家进去，是吧？结果发现人家停在那儿不动，哎呦，你都走到这儿了，哎，发现他不动，对吧？他要等那门关，他要让你拿遥控器再重新开一遍，是这样的。一开始我们就说，哎，这他怎么不动啊？停在这儿。后来发现这是法律规定，那以后我就不知道了。一旦前面有车，你要跟着一辆车的话，你不要下去，你要在上面等着。要让那个人知道你懂这个，哎，这就是一个礼。为啥？你停在上面等着啊，这就是礼。这个让对方呢不要心里有紧张，是吧？哎呀，他别再冲进来了，是吧？这就是礼。哎，你看这个礼和法呢，实际上它不能决定什么。我现在就想，是不是可以要求修改一下这个bylaw？
把这个在上面等着这条也写进去，就是你进去之后你要在里边等着了，可是你在外面的人呢，你要在外面等着，你不能下来。如果把这个写进去，这理就变成法了。所以你看理和法实际上是它是非常像的啊，这个。那么所以这个克己复礼呢并不难，也并不是限制人个性的，它是在一个法治的环境下大家都容易做到的，是吧？那关键点就在于那个法呀，你要制定的合情合理，对不对？是吧？不过这一句里边我觉得最重要的还不是这一句话，是这一句话：为人由己而由人乎。我觉得历代研究经学的都没有注意这句话。什么叫为人由己呢而由人乎呢？可以从这么几个方面来谈。第一，孔子或者说儒家提倡的这一套人，或者叫人学吧，什么的，这套人学只能用来要求自己，不能用来要求别人，对不对？这是一点。这个呢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。法呢是另外一个，法是要求你强制你这样做的，而理不是，是吧？或者说人不是，我们儒家所有这个都不是，就是你只能要求自己，你不能要求别人。第二个，你在做事情的时候，你不能假设别人都能行仁。这是我们经常听到这个有家里边有矛盾的这种邻里之间，或者家庭内部有矛盾的这种，什么婆媳不和啦，什么什么这种事情哈，还有丈母娘和女婿不和的也有啊。这种都是怎么情况造成的？都是我拿这套规矩去要求别人去了。哎，他没有按照这个规矩做，所以我很生气，我对他应该怎么怎么怎么做，都是这样要求别人，错的。只能要求你自己，别人会不会按这个做，你是管不着的。那他如果没这么做，尤其是我对他那么好，他没有对我这么好，也很正常，因为你没有权利要求他这样对你好，你只能要求他你不要对我坏。如果他欺负我，他伤害我，我可以用法律手段去反制他，去制裁他。但是如果他没有对我好，那就没办法了。说实话，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，就是你要求别人对你好，你只能要求你对别人好，这是可以啊。这是第二个。这个是非啊，四个啊，非礼分啊，还要加上一个啊，非礼勿视。对，实际上这四个都是说你连想都不要想，对吧？一想就是超过这四个。对对对，是没错。对的。对。我觉得这个刚才讲的，把这个东西叫本来英文叫 ritual， 好多人有 ritual， 就是仪式。对，仪式，这是是比较表面的形式。不完全，对，不完全。那脱光的社会的规范，还有是。本来是 law by law， 推广到那个社会观，就 regulations， rules， and etiquette， 还有 etiquette， 就是你到个派对上，你怎么情况？你排队要不要排队去加塞？对，这就是属于也是你的推广。最后归根结底推广到内心，对，是 respect， 对，你对人家有一份尊重，包括你用东西爱惜物，惜物也是个对这个吃的东西。要尊重他，对，也是一个所以 respect， 是，所以两次推广以后，这个礼就非常，对，这个礼是非常有用，对，而且孔夫子说的克己复礼对统治者讲的，不是对老百姓的克己复礼，你看天下贵人也理解的，立了克己复礼，他要求统治者，对，经常人家批评孔子说老是对普通人啊，对统治者不去规范。那明白他写清楚天下贵人天下事等人家来跟你先做起，对，
孔子讲的很多话实际上是针对统治者的，这倒是真的，因为孔子想把他这套理论拿来治国嘛，拿治国的话就是最好是统治者都能做到，然后我们才能把权力给你嘛，啊，这样这是对的。而且香港台湾对中华文化保存的比较好。嗯，举个例子，在公车上性侵犯，大陆上你来吧，叫。是是是，香港的公车上是非礼啊，非礼对非礼。我说香港人的国学都学得好，他用非礼，那这就很说明这件事。是。这四条呢，看起来是很难做到。其实我刚才分析了一下，其实不难，就是你只要不去触犯这规范，就都能做到了。我在91年的时候，我来过一次 UBC 的，我作为一个访问学者过来，然后我回去之后呢，我就邀请，是我们学校的邀请那个我那个导师，就到访问北京，访北京呢，他是个新加坡人实际上，新加坡人你要从外表上看都是中国人了，然后我就带他去参观故宫去。我去当时呢还是要用那个国库券的，外国人要用国库券，中国人用人民币买票，而且是中国人10块钱，外国人那个国库券的30块钱。我有啊，是那时候，然后当时我说，嗨，反正无所谓了，你别人也看不出你是外国人了，我说我就给你买个10块钱的吧，啊，他就很紧张，卖够钱。啊，对，卖回券，卖回券，对对对，卖回券，对。他就很紧张，他说：“行吧，这样不好吧？这样让人查出来怎么办？”是吧？我说：“怎么会查出来呢？你也是中国人啊，对对，是吧？”他说：“不好了，我还是规规矩矩去买那个30块钱去。”他就买了一个30块钱的。新加坡哈，就是新加坡是一个发音判词国家，对，发音判词是两个含义嘛，两个含义，啊，其实就是发帕，对对，并不是它有多么多，对，对，发下了，对，那么这个说明了，他买完之后，他就再去参观去，他就不用紧张了，他就很轻松的去参观了，他能够拿你10块钱的入场券。他就很怕人家查你有没有身份证啊什么的，我是从来没发生过这种事情，但是他还好，这就是什么？我就说，你克制一下，你符合那个理了，你就自由了呀，对吧？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这四物呢，最后颜回回答说，我虽然不才，我也去按着去做，这是《论语》上记载的，在2002年的时候，上海博物馆得到了一批竹简，那上面有一篇，也是关于跟这个类似的，但是说的不是这回事，看一看啊。我们读《论语》也要看看这个有没有其他的，这个说法啊。这是上博简，有这个名字都是后来加了的啊，叫《君子为礼》。颜渊是与夫子陪着孔子在那坐着啊，夫子曰：“回，君子为礼，一以于人。”颜回，我跟你讲一讲这道理啊，君子为礼的道理，要用人来也做根据啊，一以于人就做根据，以一于人，对，以一于人。颜渊坐而答曰：“坐就是站起来。”他本来坐着的嘛，他就起来了。他说：“回不敏，跟刚才说的一样，我听不懂。夫能少居也，我能不能不陪你坐着了？我走了，是吧？你又来这一套了，是吧？”颜回就说：“我能不能走啊？我啊。”夫子说：“坐，你别走，坐下。吾欲如，我来跟你说。”言之而不义，口无言也；视之而不义，目无视也；听之而不义，耳无听也；动而不义，身无动也。啊，跟刚才那差不多，只不过他把它改成，把这个礼改成义了。啊，这样。然后颜渊退，颜渊退就是回家啊。回到家之后，数日不出，
就关在家里面就不出来了啊。然后这地方看不清楚，但是根据这个漏掉的这个距离呢，应该是有三个字，后边是之曰五子其何其堕也，所以这个呢应该漏两个字，应该是问之曰啊，因为后边是问的东西嘛，得这三个字，那这是谁问的不知道，但是五子何其堕也，我的孩子啊，五子我的孩子，那大概是颜路问的，对吧？对对对。猜测这可能是因为他在躲在家里不出来嘛，只有他爸爸能见到他嘛，这可能应该是他爸爸问他，你为什么这么懒惰呢？都不去上课了啊？曰然，说是的，我是很懒惰。现在吾亲闻言以夫子，欲行之不能，欲去之而不可，吾是以堕也。说我是亲自听老师讲的，可是呢，我如果是按照那个行呢，我又做不到；可是我如果不行呢，又不行，所以我就躲在家里边，还是不出来了。这是《上博简》上的记载这一段，好像跟《论语》里边说那个不太一样啊，尤其是这个颜回的态度不太一样啊。专家们很多就是说上古典这一篇一定是跟论语说的，跟论语那记载是同一回事啊，这样，供您参考啊，看看到底。我想这个颜渊那个时候的心态跟现在人脸上有一种说，一种说法是多做多错，少做少错，不做不错，他这个心态是跟他不做不错那个有点类似，对，是。上博简呢，稍微差一点，那个上博简是2002年的时候，上这个上海博物馆的这个人，这是他的馆长，他是一个这个青铜器专家啊，他呢从香港购得的，啊，是从那个不是拍卖的，就是从那个办公室上。是花了重金购的，那一共有1000多只啊。购回来之后，就有很多专家质疑说：“你别上当了呀，花那么多钱，花多少钱他也没说了啊啊。”说你别上当了呀，这东西，他就坚持认为说这个一定是真的啊。对。不过质疑的声音呢也很大啊，有很多人说，他说我做过碳14鉴定。因为那个竹简呢，我送了2个原子能机构，让他们用碳14来测定，说最后都是战国时期的，啊，说这个不应该，所以他很有信心。可是很多专家告诉他，就算做了碳14鉴定，也还有假的，为啥呢？从古墓里边挖出来那个，有一次他们就上当，就是什么，人家拿那棺材板做的，棺材板就是那时候的东西了。把棺材板爆平了，往上写字，写完字卖给，也是高价卖给博物馆。最后一看，这棺那个木材什么都是旧的，最后查来查去，这个字肯定是假的，啊，那这就得上当。说你那个你也不要这么轻信呢，给他带来很大的压力，啊，很多专家在研究这些，有的时候真的，有的时候假的。像李陵，我刚才引用那段是李陵，那个我的。在他的书上写的啊，李陵认为那是真的，但是很多是假的。这位馆长顶不住压力，在2004年跳楼自杀。有两种解释，一种呢说他是以死明志，说我买的就是真的啊。然后另一种呢说是他因为广泛质疑嘛，他就得了精神抑郁症。啊，这样，反正是最后是以自杀作为结束，终年77岁，啊，这样。这个上古典的真伪呢，现在仍然不是一个定论啊。刚才我们看了一段，也不一定是真的，啊，好吧？插一段啊，好，啊，我
我们看一看下一个。仲公问人子曰：“出门如将见大兵，使迷途成大径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在当无怨，在家无怨。”仲公曰：“忧虽不敏，请示斯一矣。”好。仲公是那个冉有的二哥，对吧？我们前面讲冉有讲了很多啊，所以他叫雍，冉雍啊。他又问人，孔子说：“出门如见大兵，使民如承大计。”你出门啊，就像要接见重要的客人一样，要穿得整整齐齐的，是这样啊。使民如承大计。在让老百姓做这种这个公共建设的这种事情的时候，哎，要像做那个大的祭祀活动一样，要那么隆重，这样，这就是人了。然后底下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这个可以说孔子这个言语里边最经典的一句话了。这句话呢。在《论语》里边就出现过两次啊，不同的地方出现过两次。这句话也被联合国有一次开这个世界宗教大会，把各个宗教的宗教领袖都请来，说大家制定一个全球都能遵守的、都能认可的规则，那其中就选定了这一条啊。巴马斯，嗯，有人说这句话比圣经里说的，嗯。你要人家怎么带你，你就这样去带人家。这个是这句话说的更包含更更那个听起来有点被动的意思。是。但是你要去做，你认为这样带，你喜欢人家怎么能带你，你去带人家。但是你带人家，人家也不一定喜欢。对。这个问题。是。比如我喜欢吃辣的，我请客。你就弄一堆辣的。吃菜。那人家吃的一定喜欢，对。但是这个你说不喜欢的，你这不去做，有余地更大，是空间更大，对。所以说的更好，比圣经说的还好。是。所以我就在基督教节会上我说，不管人家说的好的，你要听人家的，你不是说定义一真啊，就他是这个说的最好，不一定。是。这个没错，你说的没错，我们一会儿详细分析这句话。我们先看下边的，在邦无怨，在家无怨。在邦是诸侯国，叫邦。家呢，诸侯国里边又分成那个大夫、卿大夫啊，大夫之家那个叫家。所以你如果在诸侯国做事，那么别人不会埋怨你；你在一个大夫之家做事，别人也不会埋怨你。是这样，所以你要做到这句话，是这样。那仲公也是说敏，我庸虽不敏，请示斯于以什么的，跟颜回说的一样啊，这样。那么这个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呢，其实也不是孔子独创的。最先讲这句话的呢，我们看一看，是出自《管子》。《管子·小问》里面有这样一段。这管子这个很长啊，我们只爱其中一段。管子说跟这个齐桓公的对话，管子说：“与曰，则命不与，信也；非其所欲，勿施于人，仁也；兼中外政，言也；至信以让，礼也。”管子说了这么几句话，并且前面开头说是与曰。那当然语言的话就说明是也是引用的古语，不是他原创。但有人说这个语言是不是只说的这一句话，则命不语啊。有人说可是整个这四句都是古书上说的啊。所以如果都是古书上说的，那也不是管子的原创，这更古老的说法，对吧？所以我们读这个呢，我们能够知道一些这个思想史，就是一个观点出来它到底是什么年代产生的。所以这个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可能更早啊。解释一下这个则命不语，这个则呢
讲不通的，所以很多人把它解释成是这个字，是，是命不渝，是就是舍去的意思，所以我舍命，我也不违背诺言。这个坚贞不渝，这个渝我们知道，就是改变的意思。我即使舍命，我也不改变我的诺言，这就叫信。啊，非其所欲，勿施于人。人也坚中外正，坚中外正，里边很坚，很坚定，外面呢很正，方方正正啊，这就叫言。至信就是你的品质上是讲究诚信的啊，然后礼让，这就是礼啊，这个字面上就是这个。我们看这个跟孔子讲的稍微不太一样，非其所欲，勿施于人。孔子说的是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所以这里边也有两个概念，一个是己所欲的，一个呢是己所不欲，对吧？但是世界上的事物并非此即彼的，在己所欲跟己所不欲这个中间还有很大的一些东西是我不 care 的，既不是我特别想要的，也不是我特别不想要的，是我 I don't care。 那这是最大的，占最大，对吧？所以我们可以看出这些我们把这个事物分一下的话，应该是这样的。那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非其所欲勿施于人有什么差别呢？啊，还有刚才江先生提到那个己所欲施于人，是吧？这三种有什么差别呢？差别还是蛮大的。我们看看啊，我们先看这个非其所欲勿施于人，这是己所欲的。非其所欲就是所有的都是非其所欲，当然包括这个，对吧？那么按照管子的说法，所有这些都是不可以施于人的，只有这里边的可以施于人。这个说法显然不对，为啥？因为这个不 care 的这些啊，你是可以施于人的，其实，对吧？对人没有伤害，你不 care， 可能别人很需要他，对吧？这个是，所以把这个也归为不可以施于人的，显然有点不太妥当。所以非其所欲勿施于人，就把这个整个这个范围，除了这一点之外，都化为不能施于人，这不好。孔子说那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什么？只有这一点，这是己所不欲的。只有这一点内，你是绝对不能向别人实施的。而这个整个这个其实都是可以实施，但是孔子没有讲怎么实施法。其实这个施于人的时候也要讲究方式方法，对吧？你施于人往往伤害了对方，对，但这里都没有讨论是怎么施于对方啊。所以你看这范围不一样吧？实际上是孔子说的是这一大块都可以施于人，只有这一小块不能施于人。而己所欲施于人呢，是说什么？说这一块己所欲的，你一定要把它施出去，施给别人，跟刚才管子和孔子说的又是两回事。区别在哪呢？就是他只说施予的，而管子和孔子说的呢，只是说不能，什么东西是不能施予的，对吧？这样区别在这儿。好，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分析到底哪个好哪个不好，就是这个哪个对哪个，不能说错啊，我们可以分析一下它的优劣。先说江先生刚才说的，说这一块呢，你要去施予对方。问题就在于你所欲的，你怎么知道别人也欲？这个是个问题。所以你去施予别人是很成问题的啊。施予别人一定要只要能保证说那也是别人欲的，当然是可以的啊。所以这个是不太对的。这刚才江先生分析的是对的啊。管子说那个呢，这不施的这面太宽了。
把这个能够施予的这个限制太小了。而孔子说这个把这个不能施予人的严格限定在这一块，这就对了。这是人类最容易做到的，而且是人人都可以做到。你要求大家把你自己的施予别人，你不一定能做到，对吧？因为我不知道对方可不可以，而我不欲的，我不去施予人，一定没有错。有人说呢，万一对方正好要这个呢，那也没关系啊。我只是不去主动的施予他，如果他请求，我当然可以给他，对吧？这个当然，这就是这三种说法到底哪一个更好一些？这是孔子说的，是最切合实际又最容易实施的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啊。哎，对，皇人更大的自由度。对，你卧室与人就是尊重人家的自由度。对，神都给了我们很大的自由。对，我们更没有理由去限制人家。对，好，这个。